塔拉西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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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赫尔曼将军，把手给我。好点了吧？你去哪里了？等等等等，赫尔曼大人，息怒息怒，我因此等这一天啊，有些日子了。您先在一旁休息休息，我跟他比划比划啊。嘿嘿，您休息休息。霍元甲，你可知这几年你在江湖上的名声大了不少啊？少装糊涂。两年前，你和大刀王五比了一场，虽然没人观战，可王五逢人便说你赢了他，故而这江湖上就有人传，当今武林天下第一的就是你霍元甲。所以，四爷我必须跟你打一场。今天来观战的人也不少啊。又有杨大人作证，打死你，我英四就夺了你天下第一的名号，也不枉少时学武，苦练了一辈子。呸！你练的是中华武术，没有武德，拿什么名头也是败类。哼，少啰嗦，今天比的是武，不是嘴皮子。